misery, eternal life. You must understand.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 Soon others will come. It's almost finished. By dawn, we'll be able to give misery.作家被私生饭给虐杀，这故事张力也太强了吧！我回去也要把我的主角写出一个疯狂的粉丝出来。嗯，看完了，睡觉吧。要不要回去睡啊？哎，好困啊！睡吧，我不会怎么样的。觉不觉得有点点挤？你生气了？没有，睡吧。但是我觉得你有哎。真的没有。其实你不用怕我的。啊？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不会乱来的。我知道。最好是。我就是知道。倒也不要这么考验我。你好吵，快睡吧。